实在无几工，这妹仔就讲因妈妈车祸断伊，需要10万块。过无几工，这妹仔又讲伊爸爸吊安断伊，需要10万块。好咧，加载大哥咪这时阵就发现讲是诈骗集团啊！我阁强调一摆，真敢妹仔，拢袂为停电落落来嘛？来，等等，恁茶啦。哎、欸，听讲即摆足红个呢，顶边遐影片足侪人看个呢。红哪有效？题目嘛上袂了啊！啊，不过你即摆看起来哪会足大块？靠你！我有这么多人去乱骗去，去有去到大口的啦。讲真的啦，为什么警察每天在做反诈骗宣导，也是这么多人去乱骗去？因为大家都没在听嘛。顶个月啊，在这附近上便当的那大口名啊，就40岁还没到70的那大口名啊。结果有一天，拥有一个头贴很漂亮的妹仔，加脸书，啊大口名就很爽的啊，照三顿跟这妹仔开讲，两个人也说得很欢喜。听到这就知道诈骗了嘛，那妹仔永远都嘛在洗澡，那有可能有缘跟你在开讲嘞？那有可能有缘跟你在开讲嘞？结果嘞，实在无几工，这妹仔就讲因妈妈车祸断伊，需要10万块。啊，大后面这白痴的，嘛直接当社会人嘞。过无几工，这妹仔又讲伊爸爸吊安断伊，需要10万块。啊骗笑的，啊不是柯南，啊到倒位拢有人死去。好咧，加载大哥咪这时阵就发现讲是诈骗集团啊，无去人骗第二届，所以啊，我阁强调一届，真敢骂啊，拢袂为停电落落来嘛，阁亲像伫路口卖鸡排的阿丁啦，伊伫脸书看到有人讲免费抽奖送便褥，只要留言加分享就会当参加便褥呢。有遮好康，咱当生派出所的每个抽奖，上阵嘛敢若送任务尔啦，搁变数咧，我招你较紧啦。欸，我耳孔这上诶，是毋是有人咧讲我歹话？啊，所长，迄是你耳塞伤济啊啦。啊是咧，恁爸乌耳塞嘛，上起码30年前诶。但是千言万语，万万都表达我爱你。重点是啊，阿丁后来就去用通知抽奖啊，然后。对方就传一个网址给伊，叫伊写资料。结果咧，阿弟不但无看到变数，伊个人资料，搁诈骗资料摕去盗用啊嘛。是讲这个毋是上限的，隔壁个水警嘛，接到一通电话，搁是啥物警政署的检察官啦，搁阿水警的户头，去互当作诈骗集团的人头户，啊先把户头内底钱全部拢领出来，交因保管，无就是共犯，啊掠去关啦。把阿水晶的头毛惊到都揪起来啦！腰烧骨，做菜发裂惨呐！警政署内底只有警察尔啦，那有啥物检察官？而且那有可能卡一通电话，叫阿你付钱，这是听就知影诈骗集团嘛？偏偏阿水晶都真正相信呢，就直接给伊辛苦白含住几哦年，才存着200几万，全部领出来呢。啊，是讲啊，最近的韩剧阁不哩啊好食啦。好加载啦，银行的行员发现阁怪怪，叫咱过去了解。结果咧，啊，最近讲讲是咱是假金子，我只会气甲火啊超速。所以讲，大家以后也是拄着同款的代志，拜托先卡一通电话，甲165问看麦，一定会记的。钱甲名啊，拢袂为天顶落落来，做人啊。唔通小贪，无实在啊！等等，卖冷笑话啦，阿婆明仔做笔录啦，紧嘞，来啦！谁你娘嘞？